决定要结婚，我也会收养文琪跟文玲，大家真正的变成一家人。我不同意，在我心里你只是一个员工，一个主办阿姨，你们永远都不等到我妈，你只是阿姨。爸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人在意过或是关心过我的感受？陈文琪，你们母女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你可以不喜欢我没关系，但是我不准你这样说我妈。有位小姐，常听文琪提起你。跟你这个妹妹这么不熟，要讲坏话也不知道从何讲起啊。谁是你妹？不是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。11月8日起，每周一至周五晚上8点，一个屋檐下